这里是黑色的吃播，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大学食堂。我之前有来过一次，但是没有拍摄，今天特意来拍摄。结果下午我来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全部都在学习，一共点了5个小菜。这些菜呢都是朋友推荐的，有蒜苔炒肉、辣椒炒肉，一个鱼，还有一个鸡蛋炒香肠，还有一个锅包肉。他们的价格在25块钱左右，相当的便宜，回味的大学食堂。虽然不是我的大学。我不知道现在的光线怎么样，我的声音是否听得清楚。先吃个什么呢？这个是助手推荐的肉，辣椒炒的。这个不是肉啊，不是肉吗？像肝脏一样，看着挺像肉的。他们这儿做饭的东西都在那边有一个柜子里陈列，就用的什么料，然后大概好像做饭的地方也最像还就是没有味儿。这是什么鱼？刺好少。要是在韩国点这种外卖的话就很贵了，比如这样一份辣椒炒肉的话就要至少要36块人民币。这种米饭真的便宜，好像一份才6毛钱。韩国米饭的话，一份是6块钱。我们里面不是大妈就大爷了，啊，就问问两个人。大爷大妈，我去那个湖北，他也没让我上去。怎么感觉就像豆皮一样？这是肉吗？我尝那个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吃过这个。对，应该就是豆制品。不过这个你们看起来好像肉啊，但是一点肉口感都没有，完全像嚼豆腐皮一样。但是便宜。好了，黑子吃完了。我听朋友说这个是学校做的，而不是那种私自经营那种餐馆，所以它的味道很像家里做的那种菜。虽然它很便宜，并没有当时那种感觉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投币。我是黑子，拜拜。